好啦，三位同學，這個製作靠曬你哋啦。知道。啊，大件事啦！六十周年校慶片點拍好啊？仲要係介紹埋我哋學校嘅感恩年係同行三個價值觀啊！唔好問我啦，我唔識噶。不如我哋先去揾幫手啦。咦？隻校歌同我哋之前唱嗰隻唔同嘅？係噃，都幾有 feel 喎。哦，學校六十周年校慶啊嘛，所以我哋咪會重新編曲咯。喂，快啲行啦！其實咧，乜嘢叫做高句零優啊？比加優就識。係啦，唱咁多次都唔識。高句零優嘅意思咧，就係學校原本位於一個小山丘之上，位於一個高嘅地方。新後監賴主席，你哋翻嚟探我哋啊？係啊。嚟紧落到中学六十周年嘅大日子，咁我哋咪翻嚟帮下手咯。啱啦，可唔可以访问下两位啊？当然可以啦。咁你哋想问啲乜嘢嘢啊？曾校监，我哋想问下关于落到中学嘅历史。而赖主席，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关于落到中学嘅未来发展啊？落到中学系1962年由基督教落到会创立。它的前身是樂道會核下小學樂道學校。1989年因應沙田新市鎮的發展，學額的需求增加，樂道中學接受政府的建議，遷校到美林村，再次成為開荒牛。當時舊校和新校同時存在，孫博士對樂道中學貢獻良多，對學校發展亦都大力嘅支持，因此咧喺2016年咧，學校咧嘅禮堂以佢命名。喺過去咧，孫博士咧大力支持咧成立中樂團，亦都大力支持學校成立呢個劍擊隊。我哋落到中學所有嘅人都永遠懷念佢。而家香港嗰個社會咧，我哋係需要好多嘅人咧，係要學習咧係自動。要自學同埋要自主，自動咧就係自己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學習啲乜嘢嘢。第二咧就係我哋點樣去學習唔同範疇嘅知識，然之後先至可以提升自己嗰個學習能力。我哋希望喺樂道嘅同學咧，能夠有一個正確嘅價值觀，品格伴一生，端正樂道人。第二咧就係我哋希望佢咧能夠有一個身心靈嘅健康。不單止係有個健康嘅身體，亦都係有一個抗逆嘅能力，具有一個堅強嘅意志，能夠喺基督教信仰之中咧，能夠有一個健康快樂嘅人生。樂道中學咧，深信咧基督教信仰係能夠改變學生嘅生命，致力咧一直係推動宗教教育。我哋學校同駐校堂會基督教樂道會沙田堂一直以嚟都好緊密合作嘅喎，咁就配合住學生嘅需要啦，一齊嘅去編寫同埋優化成個宗教教育科嘅課程。咁好感恩啊！由上年開始咧，宗教教育科嘅課程咧由初中延伸到去高中。咁高中嘅課程主要係希望用一啲多元化啦、互動形式嘅學習活動，例如體驗式嘅活動、小組討論。同埋電子教學呢啲嘅唔同嘅活動，去建立正確嘅基督教價值觀，將信仰同佢哋嘅生活係聯繫翻一齊嘅。除咗宗教教科嘅課程之外，中一二級亦都有宗教活動科。咁呢個宗教活動科其實係緊扣住成個宗教教科嘅課程，係希望透過呢個嘅課堂咧，係學習嘅理論咧，係透過宗教活動科去實踐翻出嚟嘅。我自己體會，唔係淨係一定要講耶穌嘅。當然耶穌這個是很主要的原因，但我會看在不同的時候何時才說耶穌的威力，我會看重這件事先，都是建立了一個關係先，以致到他不會覺得你說我的話我都不想聽，他自然就未必會跟你繼續去產生那個火花或者是建立個關係。在我求學裡面可能比較文靜一點的人，
或者比較內向啲，唔係好識得點樣去同人哋溝通。後尾加入咗學校學生團契啦，而當中咧令我最感動咧，其實係喺我中三嗰年，擔心會可能未必可以完校去升上中四。福音營入邊咧，其實導師咧同我咧去祈禱啦，或者去傾偈啦，當中咧係疏解一下我一啲壓力啊，或者係一啲唔開心。咁同時間咧，佢哋都邀請咗我去參加樂道會沙田堂嘅主日崇拜啦。喺入邊咧，我亦都認識咗教會入邊一啲弟兄姊妹。咁喺當中咧，佢哋教導我一啲道理啊，或者係神嘅愛啊，讓我咧由一個冇自信嘅人變成一個有自信嘅人，勇敢咁樣去面對一啲困難咯。係啊，所以呢啲等等咧都令我好感恩。而家我已經成為樂道中學嘅其中一份子啦。所以我都覺得是很開心的事。有一個好的信仰，有一個好的信念， 我覺得其實是比其他東西都更加珍貴。這段時間我想其實自己參加了很多不同的課活動，例如就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那個學生團契。當有一個導師，有一班群體去同一起行的時候，你會覺得整件事會好像有一個扶持在那裡，有那個被愛啊，或者其實有一個你走每一步都很有信心，因為你不是一個人去走。聽完何傳道、詹 Sir 和樂道會舊生的分享之後，原來我們學校都有很多可以認識信仰的機會的。是啊，宗教教育科在我們這年呢，我們的高中生都可以繼續上了，感恩。等我下次宗教活動課的時候要認真一投入先得了。你不如定個目標上堂，唔好發夢先啦。誒嘿。樂道中學咧，早於2015年咧，已經將 STEM 教育元素咧加入喺學校嘅三年發展計劃裏邊。我哋推展專題研習、解難活動、水底機械人課程。我哋學校咧係一間基督教中學，除咗注重宗教教育之外咧，亦都注重藝術教育，因此我們透過聯繫不同的學科設計跨學科 STREAM 課程，經過多年不斷的努力，感恩在過往數年裏面都有不少的學生在不同的比賽裏面獲得不少的獎項，代表香港去到台灣、多哈、新德里和美國的侯斯頓這些地方去參賽。今年樂道中學還榮獲第24届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STEM 学校优异奖，而老师亦都夺得 STEM 教师优异奖嘅。期盼咧，随着唔同嘅科技室落成，能够为同学提供更加多嘅学习空间。透过 STREAM 课程，除咗强化学生所学嘅知识之外，更加能够培养佢哋创新思维啦、团队同协作嘅精神。提升解難和運用科技的能力、裝備態度和技能，面對21世紀的挑戰。我想在這樂道中學裡面，其中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老師和學生之間的聯繫很強。在個活動的過程當中，我很深刻就是李 Sir 呢，他經常都在我們身邊就提供很多很有用的意見給我們。他試過就跟我們一起走去買材料啦，有幾晚都可能要通宵咁樣。仲記得咧喺比賽當日啦，因為我哋要一早就入到去科技大學嗰度咧，就去預備比賽。咁啊，佢一早咧就同我哋咧翻到嚟學校嗰度咧，就安排咧將嗰個模型咧就搬入去呢個科技大學。咁啊，進行比賽咧，佢好似突然間變翻一個學生咁樣，因為咧個感覺就係佢好似我哋其中一個成員一樣。我哋得到好成績，佢又好興奮啦。當我哋唔知道有冇機會攞到獎嗰陣時候，佢又同我哋一齊去即係擔心啦咁樣。自己覺得我可以喺同物理或者科學工程方面自己發展一下咁樣。最後揀咗就作為一位工程師咁樣。咁亦都某程度上係因為佢啦，咁令我喺成為工程師嘅路上面咧，都保持住一個謙卑嘅心啦，亦都喺嗰個路上面咧，都自己不斷去吸收一啲新嘅知識。以前喺讀預科嘅時候，咁即係
學校都俾咗好多唔同嘅機會我啦。老師亦都知道我好中意英文嘅，同埋都知道我想去繼續去改善我自己英文，咁都俾咗一個機會我去穩大狀嘅律師樓去做幾日嘅實習啦。咁真係去到律師樓嘅時候就見到，哇！其實做嘢個環境都真係好唔同喎，同埋即係穩大狀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啟發嚟嘅。佢同我都一樣啦，會秉持住一個誠信好學嘅態度啦。咁嗰一刻我入到律師樓，即係去睇啲 file 嘅時候，就會覺得第時嘅我應該要點樣去規劃自己人生咧？去點樣去發展自己咧？咁嗰一刻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即係一個 impact 咯。對我嚟講，新一代年輕人啦，同埋我哋啲師弟師妹咧，我覺得好需要我哋一啲喺學校畢咗業嘅校友，如果可以嘅就俾一啲機會佢哋。人唔係一生係可以順風順水咯嚇。我做嘅工作基本上係面對逆境多嘅。我做嘅工作係大律師啦。咁做訴訟啦，咁啲客人揾到我嘅都係面對一啲好困難嘅情況。咁點樣可以困難裡面能夠解決事情啦？咁其實我都希望能夠喺我咁多年嘅經驗咧，希望我哋下一代或者我哋啲師弟師妹面對逆境咧，能夠要自強不息，咁就唔好咁易放棄咯。我要立志做一個好似穩大狀一樣咁出色嘅男人，咁我就可以幫我好多好多嘅師弟師妹繼續聯繫駱駝人嘅精神。加油啊！你得噶。不过咧，我都想参加多啲比赛，攞多啲奖。加油啊！你得噶。喂，你哋两个啊，参加比赛嘅目的系为咗丰富知识同埋经验，可以获奖固然系好啦。不过你哋都唔可以为咗得奖而参加比赛噶。系师姐。駱駝中學咧就好重視學生嘅全人發展嚇，咁所以咧我哋學生成長委員會咧就透過好多唔同嘅計劃或者係活動咧，咁希望咧可以營造一個咧係關愛校園嘅文化啦，啊咁啊另外咧都希望同學咧可以建立到一個正確嘅人生觀同埋價值觀。例如我哋每一年咧都有一個好大型嘅駱駝試吳家嘅活動，有啲師生嘅競技遊戲啦嚇，咁老師同同學咧咁分別咧可以係一啲協作啦，或者一啲對壘啦，係啊咁一啲球類嘅活動啦嚇。咁另外咧，亦都各班咧都各自準備咗一啲咧才藝嘅表演喎。除咗可以舒緩同學嘅學習壓力之外咧，咁我哋最希望咧就係可以建立個同學嘅歸屬感啦，團結嘅精神。另外咧，我哋有一個中一級嘅伴我同行活動，譬如兩個學長會帶領咧三至五個中一級嘅同學，幫佢哋一啲適應一個中一嘅新生活啦，係啦，咁連埋一個指導老師帶中一級嘅同學出去社區嗰度去五線啦，帶佢哋去了解一下個社區，希望咧透過呢個計劃咧，令到佢哋咧可以咧喺個中一咁重要嘅階段咧，可以咧係適應到嘅。咁我哋駱駝中學家長教師會啦，咁其實主要我哋嘅目的咧，都係透過學校啦、我哋家教會啦同埋家長嘅溝通，一個鐵三角咁樣樣。中一嘅新家長入嚟啦，咁如果佢有啲咩係唔清楚，咁如果認識我哋嘅時候，咁可以透過我哋就問學校。咁呢樣嘢可以幫到家長了解學校之餘，亦都對學校有個信任喺度。喺第一次我做主席嘅時候，咁啊認識一班家長啦，我哋都係委員，咁大家其實唔識噶嘛。咁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咁我覺得愛同埋係嗰個接納要好緊要，咁同埋我會將我哋每一件事都交俾上帝，咁因為有祈禱咧，其實俾人一種感覺就係一個好平和啊。咁就每年都會參加沙田家長教師會聯會舉辦嘅家長踩競師壁布設計比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攤位遊戲。喺嗰個過程裏邊好融洽嘅，即係我哋其實好少喺家長啦、老師啦同埋同學咧三個 party 一齊砌一嚿嘢出嚟嘅。咁所以咧就自己會覺得好興奮啦，同埋仲會喺當中得到啲鼓勵啦。咁咧，我女咧入咗嚟駱駝中學嗰度嘅時候咧，咁啲老師好好啦，又好錫小朋友啦，咁令到佢咧好有投入喺依間學校讀書，同埋老師又鼓勵佢咧，又自信心又多咗。例如好似原來咧佢外語咧都比較好啲嘅喎，咁佢咧又肯去學校有啲比賽啊，咁老師鼓勵佢咧，佢都肯去參加學校校際賽啊，佢肯去主動行第一步咧，我做媽咪啊家長啊就係好開心嘅，起碼見佢有
進步啦，同埋肯喺學校裡面投入啦。我哋就開始咗有每一個月嘅家長教師會嘅祈禱會，咁為到學校啦嘅需要啦，為到嘅家長啦，為到家長教師會嘅一切嘅要做嘅嘢啦，我哋都去禱告咯。咁我哋嗰陣時好開心啦，又翻嚟祈禱啊，唱詩歌啊。咁校長又將啲學校嘅需要寫曬黑板啊，咁啊俾我哋可以咧好有條理咁去祈禱，咁好開心，真係好感恩啊喺裏面。聽完咁多家教會嘅家長分享之後，原來我哋樂道中學係由咁多咁有愛嘅歷史故事建成㗎。是啊，我當初入嚟樂道嘅時候，好彩有啲學長陪我玩 board game， 順便熟習環境。如果唔係啊，我而家都仲難摸摸啊。原來我哋一啲都唔孤單㗎，好多老師同家長同埋我哋班同學一齊同行，仲有祈禱㗎。三位同學，聽到你哋好似好滿足咁噃。校長，我哋拍咗好多訪問嘅片啊。我哋仲聽咗好多關於感恩連繫同行嘅樂道故事添。咁你哋應該對樂道中學更加了解咯。係啊，啊校長啊，我順便想問一個問題，樂道事業家係點解啊？好啊，等我解釋俾你聽。呢個咧係我哋嘅信念，我哋深信咧，校園生活係人生一個好重要嘅階段，而且年青人咧係應該咧可以有一個美好嘅回憶。而我哋樂道中學咧係我哋嘅上帝，佢用無比嘅愛嚟到去建立呢間學校。我哋所以咧盼望每一個樂道人都要咧係喺愛裏邊嚟到成長啦，能夠愛自己，亦都能夠愛咧係身邊咧每一個嘅樂道人嘅。哦。沙田覺得學生靠你係基督嘅信念，其實最宗旨咁多年都冇變，最重要嘅係以學生為先，我哋本住特有嘅關愛，陪學生佢嘅德與智，講到科技就要站在最前線，要學生接觸唔同層面 STREAM stream 全部學習裡面，喺樂道裡面，樂道中學生日快樂，感恩連繫同行。